我只有400多颗哦，希望可以抽到巴哈姆特，拜托。哎，我就只想要抽巴哈姆特，因为一定会中新规嘛。哎、欸，贝西摩斯也有哎、欸，贝西摩斯也在里面了，1%，合适之币清规0.8%，然后巴哈姆特也是1%，所以正常来说100抽会有一张，500颗至少会有一张。然后贝西摩斯500颗，看这一次能不能顺便补齐，因为我也没有贝西摩斯。然后清规的话保底嘛，这是不用讲啊。我们先直接来个时间抽好了啦，哦，40抽保底这个新黑金，噔噔，黑的，干一张都没有，0.8%大于1%了。你看，真的是化粪池。我真的说化粪池，就真的是化粪池。来，再十抽。来，我这个石头喷的速度非常快哦，一次50颗哦。黑的，干，浪费了多少颗？100颗石头，浪费100颗石头。来，再来。150颗，一张黑金都没有。等一下继续抽古币，黑的有了，欸、这张有没有可能是巴哈姆特？有没有可能？新的哦，我不要清规，因为清规保底一定中。也不错啦，这个也不错啦，因为我之前没有这张嘛。对不对？我之前没有这张，也行。这张是什么啊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袁绍哦，哦，第4次十连抽哈、哦！我要巴哈姆特，最好是那个新黑金清规跟巴哈姆特一起出来，完美。New！哎、欸，可是这个 new 是不是新规啊？啊，因为最后一张没有 new 哎、欸，这样到底是哪一张？看不出来。干，巴哈姆特，一次两张，双黑金，然后再十抽。巴哈姆特，到底是不是巴哈姆特呢？攻读生是我，成功了，收工，200多少颗？250颗，收工，简单，舒服，而且还多抽了9张，多浪费45颗。